跟你讲，真的是很大。真的很辛苦，一年哈，我就是开车啊，从南到北啊，什么 graveyard 啦，坟墓啊什么，然后每一个 county 的那个 archive， 就是档案嘛，去找那个结婚、离婚、生死的那个 record， 去抄。哎，怎么这么奇怪？怎么大家做移民都做男的？那些女的都到哪去了？啊，是不是没有，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华裔的移民哈，女的的确是很少，然后多数都是妓女，所以我就去做这个研究。的资料就是人口普查嘛，从1850年开始找那个 microfilm， 一个一个看，去找那个中国的名字，可能看几万个名字，里面只找到一个中国女的，就找到4000多个中国女人。很多人劝我不要写这个文章。那中国几亿人口哈，他说你不去研究，去研究那么几千个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没有前途啊，这研究这样子的。可是我也没理他，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前途，我觉得也很有前途。如果讲历史的话，这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呢，所以我还是坚持下去了。结果最后这个就变成我被晒最多的一篇文章。自由、卖身、沦为奴隶，19世纪美国的华人妓女研究论文，是程露西震惊美国亚美学界的成名作，也代表了她从阶级、种族、女性的角度关注弱势的一贯立场，显现了她开天辟地、勇于突破的性格。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Lucy was trying to show in that book was that prostitutes were not powerless. Okay, and I think that's the same thing that she tried to show everybody that she was involved with, that none of us are powerless, but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power we have. And I think instead of seeing prostitutes as victims,as people very often do see prostitutes as victims, but she was able to see that there were women involved in prostitution who were making choices for themselves, okay, who were trying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and who successfully did so.
1970年 ，Lucie 成为夏威夷大学社会系毕业的第一位博士。由于表现优异，被聘为 UCLA 社会学助理教授。那时他才不过30出头，就以少数族群女性的身份被选入企划预算委员会。这一项是由一群德高权重资深的白人男教授所组成的，是一个掌握校务大权的委员会。开会时，主席暗示要 Lucie 去倒咖啡做记录，做了2次以后， Lucie 开始觉得有点不对，思考要怎么办。后来就下次再开会的时候，让我们大家都坐在那里，没有咖啡嘛，哈、哦。结果就那个主席就讲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some coffee。那我就也讲说 ，Yeah, that would be very nice。跟那主席就不好意思。还是自己去做咖啡去，然后我就把那个 yellow pad 就给我旁边那个人，我说 I think it's your turn to take notes。 就第二天我看到我们校长，校长老远看到我，校长就说啊 Lucie, I heard that you started a revolution yesterday。 That sounds very much like Lucie, because I think the first time she wouldn't have mindedAnd I think she would have thought about it. And she would have seen that, she would have seen that it would not be a good thing for her to continue. Because she was there, or she should be there, as an equal, not as a subordinate. She was mostly soft-spoken, sometimes not. But well, when she felt she had to take a strong position, she took a strong position.Lucie was not an activist in that sense of the word at all. She was not someone who was creating difficulties. She was an activist of, in a much more positive vein. She was an activist getting things done.从小 ，Lucie 就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父亲诚舍我是一身硬骨的独立报人，白手起家，20几岁就在中国大陆创办《世界日报》以及《民生报》和《利报》等报纸。母亲萧宗让出身世家，留学法国，学习美学，优雅。而谦和，勇敢地带着小孩度过1940年代那一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即使在流离逃难时 ，Lucie 和哥哥姐姐都没中断学习。父母要孩子们背古文诗词、唱昆曲。身为妖女 ，Lucie 还向白俄女老师学钢琴，向寄居的美国传教士学英文。Lucie 从小就很崇拜父亲。在香港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圣诞节回家晚了，被父亲骂，他一气之下就背个包包离家出走，到澳门同学家住了1个星期。回家时，父亲开门不但没责骂，反而笑着问他：“气消了吗？”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他喜欢的人
其实是一个自己 有想法的人，就是自己会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儿。其实他对他是很欣赏那种很独立自主的人。Lucie 从小他就比较好为人师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小学三年级吧，那就把我们那个邻居啊全部都邻居的小孩子全部都召集到我们家，那当我也是其中之一了，不过我是最不听话的学生，所以他那些学生他就要教他们英文啊，教他们中文啊，然后教他们唱歌啊跳舞啊，还有到了节日的话就会排练一些戏剧啦或者跳舞啦，然后表演给家长们看。所以他从小其实就是比较特别一点，他是很喜欢做老师的一个人。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是泼冷水长大的小孩子，就是我父亲很少称赞我们考上北一女，或者我们考上台大，就大家都来恭喜啊什么的，我父亲就会说啊，这完全是蜀中无大将。我记得他有一个写一个纪念册，就提在纪念册上题字，有写吃苦努力一切靠自己，啊，父母兄弟姐妹只能鼓励你向上，但不能保证你成功。诚舍我要求小孩子从小要自己去赚零用钱，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折，写着父亲银行，自己记账。程露西念书时就以弹钢琴教英文赚钱，他一心想当钢琴家，大二时自己办了出国手续，申请到圣公会的奖学金，去夏威夷大学学音乐。出国的时候身上只有母亲给的$100。在夏威夷，他开始了同时打五份工的求学生涯，帮教会弹琴，当教授的研究助理，在华文报做编辑，也穿上短裙溜冰鞋当 Daring Queen 的冰淇淋店的女士。对程露西冲击最大的是帮一个寄宿家庭打工，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阶级和种族歧视。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冷冻食品，你看，所以我就不会弄，就看那个 instruction 嘛，反正就是弄得乱七八糟，就是也没弄熟啊什么的。这个太太就很高兴，她就说，她说 I don't care how smart you are, here you are my maid。吃饭的时候，那当然我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还用一个铃铛，就是他们三个人在吃饭，那如果比如说要加点水啊什么的，他就会去摇他那个铃铛，就是那个很强调这个阶级的这个关系。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不希望我家里知道我这么苦，所以我还每个月寄几块钱回去给我妈妈打麻将，哎，什么5块、10块这样。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条路，就是好像你很苦，你也是自己负责。
在夏威夷，他也学到了什么是体验式教学。一次，他在谈巴哈的帕提塔，一位客座的老教授叫他停下来。然后他就说 ：“Let me borrow your scarf。”那他就从那门口走进来，他就把那个 scarf 往上面丢，那个 scarf 就飘下来。他就说 ：“Play like that。”我就比较领悟应该是怎么弹。然后我就又弹，他就说 ：“You got it。”在芝加哥大学念传播硕士的时候，他得到了另一次教学上的启蒙，对他影响深远。他在上了两堂研究生的讨论课后，第三次就被教授叫到办公室去谈话。他说你上这个课已经有两个礼拜了，可是这两次呢你都没有什么贡献。他说你以后可以不必来上了，因为我的课是 I don't tolerate intellectual parasite， 我把它翻成知识的寄生虫。对，结果我就当然就掉眼泪。结果后来又上课了嘛，教授才刚丢那个问题出来，我就马上就讲，就大家都吓一跳，以为我是哑巴，这哑巴开口。这个经验让 Lucy 学到讲很重要，也形成他日后教学时总是问问题，设法让学生发言讨论的招牌教法。在那个学生运动燃遍全世界，反越战、争平权，年轻人充满改革激情的年代， Lucy 被学校和学生推选出来领导亚美中心。他首创透过扎实的学术研究，结合在地的实践运动，来帮助社区解决问题。我担任一个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这个就是加州大学的一个机构，那研究机构，可是我把这个研究机构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机构，可以很坦率地说它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因为没有一个研究机构是这样去做的。亚美中心最有名的例子是洛杉矶中国城的研究，当时有两个左派华裔学生团体争执不下，为了帮助改善当地华人的生活，一个想要在中国城组织工会，一个想要办蔬果合作社。 Lucy 和学生们实地驻点研究后发现，唐人街许多车衣厂的工人都是老板的亲戚或同乡，不可能组成工会来反抗，因此他们选择协助当地居民成立蔬果合作社。What we would do is come early in the morning, like 4:30.And we park our cars, and we had to learn how to pick appropriate produce, like different between choy sum and bok choy, things like that. You learn the best price structure, you learn what type of the choy the ladies like, don't like, you learn the better tasting fruits from the less best tasting
So actually, you learn to be a grocer. 另一个亚美学生的社会实践计划是帮忙教导中国城的小孩学习中英文，并且帮当地的居民办通讯刊物。我们挨家挨户去访问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里面有很大的家庭暴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入不足啊，什么各种各样。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做了一个 food co-op， 然后做一个 family newsletter， 就是家庭的一个通讯，就是跟他们讲，就是你碰到暴力可以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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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我们都做成三种语言，西班牙文、中文、英文。所以我西班牙文还可以说一点。It was an 8.5 by 14 paper folded in half. We had articles at the beginning about safety or good toys to play with or nutrition, just to inform the parents of life in America. And then at the end, it was a little bit more political. We told the parents about the need to advocate for their children, the need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child's education. I discovered that I like teaching, and I became a teacher in Chinatown at the public school there called Castellar, and I taught there for 30 years. 陈露西也和当地的侨社合作，鼓励大家要研究自己的历史，说自己的故事。咁1990你爸爸自己嚟嘅系咩？你妈妈自己嚟。哦，咁你妈妈几时嚟嘅？我妈妈咧1929嚟。We did 165 interview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and then we eventually published and printed the summaries from the oral histories into about 16 bound volumes here. So we are able to. 他还号召了六位年轻的学者为中国城的妇女做口述历史，并写成一本书《连结我们的生命》，后来成为美国妇女研究的重要教科书。今天我站在这个华美历史博物馆，绝对是会想到露西对我们的这个保存华美历史的这个贡献。她当时呢到华富来呢做很多这个口述历史的研究啦，还有对华人提升他们地位方面来讲的话，都做了很多的贡献。那假如不是她当时奠定下来这个基础的话，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华美博物馆。所以我们再怎么样的话，也不能忘掉她对我们的贡献。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赵美欣，现在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In fact, I worked with her. I co-wrote a book with her called Linking Our Lives, Chinese American Women of Los Angeles. Mm-hmm. And I grew to respect her very, very much. Mm-hmm. She was the one that developed the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and she is the one that put it on the map. She did lay that groundwork for all Asian Americans, including our Asian American elected officials, who then were able to organize, who were able to see the importance of running for office, and who eventually became successful as elected leaders. 不仅在思想学术上，在行动上也勇于越界创新。1972年，中美刚开始乒乓外交，熟读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陈露西，
决定亲自去探索历经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并且寻找多年来音讯全无的哥哥和二姐。他在香港买了件蓝色外套，背了个书包，就跨过边界，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找到了二姐，和16岁就离家投奔共产中国，却深受文革折磨，20多年不见的哥哥程思维。Lucy 并受到总理周恩来和他夫人邓颖超的接见。那时 Lucy 的移民研究重心也逐渐由侨居地的美国延伸到侨乡的广东。1979年，中共和美国建交的第二天，程露西就代表 UCLA 飞进大陆，展开中美社会学界的交流合作，并且帮助广州中山大学、社科院等机构建立了5-6个英语培训中心，加速大陆学者和国际接轨。我觉得我做交流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我比较注重制度的建立。Institutional building，最重要的是能够自力更生，目的是要让中国自己可以不要依赖别的人，那就是他是要互惠嘛，就大家都要有点好处。针对移民研究，他认为时空背景的了解很重要。首创以环太平洋圈世界体系的概念，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切入，探索国与国之间人口的流来移往。他和艾德娜教授合著的《资本主义下的移工：二次大战前的美国亚洲劳工》更是一个越界的创新巨作。This was totally Lucy's conception.And it sort of exemplifies what her strengths were. She was very imaginative and had a sense of the big picture. And she was very, very energetic. So she was the kind of person, she didn't always do the scholarship herself. I think what her skill, her true skill was to mobilize other people and to recognize what they had to offer. And then she could get them all together to do it.You know, to pursue her vision. So I think that that was her great strength. She did do some new things that were not being done at the time to bring ideas around broad from sociology and from sor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o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nd now as we see, you know, she was correct. I mean, that basically, you know, people are studyingUS and China, Chinese Americans, it's all kind of related in a triangular kind of formation. So I think she was maybe ahead of her times, you know, in that sense, you know. So sometimes people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her completely, her ideas, but after periods of time, 10, 20 years, okay, you know, I think they were essentially correct, you know, I mean.They broke new ground in terms of research scholarship. 正当 Lucy 的学术地位如日中天的时候，她不忍拒绝90几岁父亲的一再召唤。1991年回到台湾，帮助世新专科升格为学院。
也在父亲去世当天接下力报的责任。在台湾，他持续年轻时的理想，创办了另类媒体，要让弱势发声。另类媒体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它是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为目标的，而非自我保存。他主张 DIY， 做自己的媒体，唱自己的歌，他去制度化，读者也是作者，任何人都可以做媒体，所以他是多元的。他不要反映社会上已经有很大的声音的人的意见，而是给还没有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人，让他能够用自己的形式去发声。Lucie 延续当年在洛杉矶中国城的精神，关怀新移民和移工，创办四方报，让他们用越南文和泰国文书写自己的故事。你看，这是一个大信封，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就它就把月历纸，然后折一折，粘一粘，然后变成一个信封寄过来。就是不管再怎么匮乏的状况下，还是有说话的那个欲望，那用各种形式，诗的，用诗，用文章，用照片，用 DM 纸的背面。我觉得你看到这种信，你会觉得他真的好多话想讲，可是他手上的材料很少。所以我们常常说那种被压抑的声音，然后现在我们开了一个小缺口，让他的声音可以流出来。Lih-Pao后来也转型为以教育为主，强调反映多元和弱势族群的声音。Lih-Pao跟破报，我们要求我们的记者做的事是，你出去采访任何一件事情，我要你回答的是谁支持这件事，谁支持，谁反对，谁受益，谁受损，你就把这个给我说清楚。好，我不需要那种各打50板那种样子的报道。12次睁眼就是谁得利谁受害谁支持谁反对嘛。那可是常常在报道上面，你要做到这四个面要全部都切到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是一种提醒，就是说它比较像是一种精神上面的感召，就是说你随时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反过来看。比如说当大家都说农再条例是一个给台湾的礼物的时候，当然，Lih-Pao立场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农村的人绝对不是这样想，那些弱势的农民他想的绝对不是这样，他担心的是他的土地可以更容易的被买卖，然后他的农地旁可能就盖满了很多很多的豪宅，或者是变成什么样子的空间，就是说，然后必须要让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论述是可以更清楚的被传达出来。这是一个打破传统，由年轻人办给年轻人看的另类艺术文化周报。当有年轻人跟他提案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那他就帮助这个年轻人把这个空间建立起来，然后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怎么玩的，边看边学。那他完全不懂摇滚乐，他就慢慢懂摇滚乐，好像我们帮他开了一些不同的世界的观点。所以他一方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长大，各方面我觉得他也同时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风景。那我觉得因为这个非常有趣的风景或美丽的风景，会让他做很多这种尝试。 Lucie 更创办了世新的社发所，目的是培育年轻人结合实践与研究，散布各个社会团体，推动社会进步。有学有术，实践基层，回归理论，再造社会，那是当时创所的就定下来的一个宗旨。我们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说，理论跟实践必须是结合的。例如说，后来我们成立南洋台湾姐妹会，或者它前身
外籍新娘师资班，我们都有学生一起参与在这个里面，包括这个整个课程的设计、执行，然后后来的政策法的推动、修法。后来有些学生因为参与了实习，而决定他要更加的投入参与移民的课题，可能就后来变成相关团体的核心的干部啊，或者是变成专职的工作人员。Lucy 同时做二十件事已经是个传说。除了永不间断的各种研究，他还推动媒体试读，改革世新传播教育课程，主掌传记文学，并成立舍我纪念馆，倡导研究现代新闻史。Lucy 认为，历史典范不断的讨论和反思十分重要。我问各位，你们将来想做记者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想做记者嘛，哈。那你们想做像谁一样的记者？像谁一样的记者？有任何想法吗？你们有一个什么典范吗？你们希望将来写出来的文章或者报道的新闻是像谁一样？像刘冰燕吗？像不是萧彤吗？像陈舍我吗？像张纪鸾吗？也许你们有你们自己的一个典范，也许现在典范已经不存在了，好，就没有任何典范，你们就是自己的典范，好，为什么历史在今天好像不具备什么意义，好，可是当然我自己是不赞成的，因为你没有过去，哪里会有现在，好。Lucy 对人生的好奇与探索从未停过。每到初夏，世新校园羊蹄甲紫红花开始，他总是像候鸟似的飞向洛杉矶，做研究、听歌剧、会朋友、去各地旅游。Professionally or personally, Diane? Because she was two different people. Two different people. And I think for most of the people here on campus who knew her, did not know the personal side of her. She was very classy. You know the word classy? Very proper. Very put together. She dressed beautifully. But extremely intellectual. Lucy is one of the smartest people I know. That's what most people saw of her here on campus. Personally, you know, I saw the other side of her as well. And as I call her the ditz. And ditz, a person who is ditzy is just kind of, you know, right? I want to do this, I want to do that, let's do this, let's go here, let's drive here. I want to have pancakes. Lucy 的另一面是她非常享受人生，想要不断的尝试，最爱和朋友喝咖啡，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他最喜欢说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做过，很多人说他勇敢，我觉得是他表示他勇气的一面，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敢去做，从来没有有什么畏怯，有什么顾虑，他考虑很多，可是他绝对会放手去做，到做成为止。不同的朋友看到 Lucy 不同的多元面相。我为什么讲说她像小孩，就是说在小孩子的天空里就是他自己，
真正的小孩就是他很执着，他很热情，他要做，他要玩那个玩具，他就可以玩很久。他玩腻了，他就去玩另外一个玩具，然后他想做的事他就做。那我觉得 Lucy 这一点个性上是有这个 quality， 对不对？他就是他很他会完全投入，我觉得他蛮会像一股热情这样冲进去做。他是极为勤奋，这个极为有想象力，极为这个吃苦耐劳的研究者。可是他平常他待人接物，他是极有亲和力的人，他对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极大的尊重，他从来不跟人摆架子。就是即使是到他到了后来，以他的这种顶峰的学术地位，他跟人在一块交谈的时候，他从来不炫耀他自己的知识，因为他是从真正的信仰出发。他这个本身就是说，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就是一个抱负，就是一个热情。所以他从来不为这个所谓外物所惑。我一直强调的是说，其实随便你在什么地方，你做的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阶级、性别、族群，那在任何地方它都有这种差异嘛，或者造成的权利的不平等嘛，那其实不一定你是要在中国或者说在台湾或者在哪里，其实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从事同样的工作。在多样角色的人生里， Lucy 最令人怀念的还是老师的角色，不断的挑战、启发、期待和鼓舞年轻人。学生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学生有太多的事可以做了。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觉得 学生几乎无论你想做什么，其实都会有很好的效果。你只要肯去做，你只要关心你周围的人或者周围的事物，然后决心要去做，你就能做。所以我的这个advice 就是说，就是去做就行。其实我蛮想说这样子的话。